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都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严谨。那一晚，我和严谨聊了很多。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 小宝贝，起床了，来，吃早饭。昨天是不是你扒了我衣服？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？你的衣服是你自己脱的，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。要我说啊，咱要是不能喝，以后咱就不喝了啊。